哎，为什么你是10个币着呢？我看别的都是30、20、40的呀。就是我才刚刚开始嘛，就才刚刚开始接英雄联盟的单子，所以就是10个币，嘿你以嘿。前都接什么单啊？我以前都接歌单，唱歌呗。对，唱唱歌，弹弹琴，然后最近才开始打英雄要联不你盟。刚，那你刚开始有没有啥优惠啥的呀？要不你得给打优个惠，折得了。这我都10块钱了，你还要我打个折？刚起步，我可注以重给的你不是钱，注重的是流量，你知道吧？你还像人什么开样饭的店流量？了之类的，一开始那个不都得打个八折吗？那黄晓明一开始开饭店，那都不在乎钱的。那我们可以那个，就是比如说，你下我英雄联盟的单子，我给你送个钢琴弹唱，这样子可以，钢琴弹怎么唱样？啊？对，你能弹钢琴呐？对呀，对呀，我钢琴就在身边。哇，这个可以，我还没见过有弹钢琴的呢。一就般他是。们就除了唱歌就是唱歌，要么就是唱歌。说的，我唱歌也还行，也还能听听，就是行，一那我边们再唱一赠边送一弹。个钢琴弹唱，可以吧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可以，可以，萌萌台。毕竟我这个英雄联盟才刚开始接单子，然后你可以照顾一下我的行，声我记音。住你了，你的比心 ID 是多少？52944699，哇，你这这么感动吗？你以后要给我下单子是不是？嗯，我尽量，因为我比也如会说唱歌，是，要不这么的吧。我的妈，开了！你会唱什么歌？我会唱看一的下我歌会很不会多的，弹。我什么，其实我什么歌都会唱。这把要是输了，我给你唱个歌；这把要是赢了，你给我来个钢琴弹唱。好，没问题，这个可以有。你还说粤语？你是广东人吗？啊，对啊，我是你心里人，不对，我是广东人。要不然你都听不到我的声音了。你等一会儿，快，钻回来，钻回来！呀，你没，你不会钻吗？我，哦，这么快就，哇！哎呀，没事，小问题。帮你挡一下伤害。没事，你快钻回来，快钻！慌的，慌的不得了。哎呦，你还好，这是生了。有个治疗可以用一用，奶一口。哦，应该你在加血的。对哦，我怎么没想起来？你再这加还血，有我吗？带个盾。哎呀，挺长时间不玩了。你很长时间没有玩英雄联盟啦？啊，我最近在下棋。我一打英雄联听盟，说，我青龙刀，我以为是大剑跟女神泪合。听说下棋还挺费脑子，就是要很聪明、很有想法的人才能玩。我应这种该就从我跟出你去讲了。第一句话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我的这个智商是很高的了。看出来了，我看你这个英文名字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这英文名字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就是 bag，你知道啥意思不？bag 包包。对，哎，这个就是好看的包包啊的意好思。看的包包的意思吗？对，那你知道"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"的英文怎么说？我考考你，怎么说？
哎呀，你试试看吧。一言既出就是 one word go。哎，打游戏吧，打游戏，打游戏，不要分心。好嘞。他俩都没什么蓝了，其实。要回去吧，我们一起回家。不用回啊，他没蓝。嗯。你不有奶吗？哎，其实我都不应该给打他的，我打他就给他回蓝。没有人啊！追追追追追追追，有没有 Q？ 有。哎，你平时有干别的工作吗？还是就接笔芯单啊？我现在放暑假，我还在上学，然后放暑假的时候就接接笔芯的单子，放假在家嘛。哦，然后我在那你应该是笔芯波波电台。上高中？不对，上大学吧。嗯，我声音听起来那么小吗？我大三了。那你上学那不是大学就是高中啊？那你也不可能上初中。高中就好像。听说是有这么小吗？你不是永远十八岁吗？倒是，对，就是女孩子年龄不要问，一问就是十八。不过其实我是瞎猜的。你这声儿吧，有点像三十的。你瞎说。嗯，那你多大呀？你想多大？我，哎，啊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女朋友。你反省一下你自己，为啥没有女朋友？我有老婆。啊，这样子的吗？我打扰了。啊、哎呀，这个人。那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没有。那你咋不反省一下呢？哎呀，就是看人家二十多岁吧，都有个大明星男朋友。我二十多岁，游荡在英雄联盟的峡谷，哎、然后就遇到你了。我没完了，我的天！我觉得俺俩确实可以回去了。补个技能都补不了。哎，舒服，走。完了，我犯蠢了，没点大招，傻了。手一快。行，反正你大招也打不中，点不点也那样了。我还是有点机会可以打中的。嗯嗯。弗雷尔卓德将会再次统一。那你不找明星男朋友，你可以找找普通的男朋友啊。嗯，就是像你这样子的男朋友吗？可以推荐一下吗？推荐一下啊。嗯。那你是问对人了。哎，来看看他们能。别的没有，咱就是朋友多。真的吗？但我害怕我那些朋友都看不上你。不会吧？他们这。要求都比较高，这么难了吗？呀，来来来来来，快跑！小问题，小问题，小问题。没点大，点大感觉刚才能打。有没有听过的什么钢琴曲比较熟悉的？贝多芬呢？贝多芬的，贝多芬的我好像不怎么弹，就是就像那种什么蜜蜂飞舞啊这种东西。哦，也不会，那个
个我会。你就都会弹，你是专业学的这个吗？没有，小时候在家，我三岁就学钢琴。业余的呗。哦，但是我不是，对，业余的，不是专业。业余三岁学钢琴。啊。三岁学钢琴。啊，对啊，三岁就学了。爸妈。你那手指头能碰着钢琴？心的。能摁着钢琴吗？手指头不长吗？就是从小练的呀，小时候练就可能练练速度吧，然后练基本功什么的，也不用说手要多大。那你家肯定我手算小的。你这三岁学钢琴，钢琴挺贵呀那时候。钢琴，但我感觉你是吹牛逼的。是个，那个时候那个钢琴是哥哥。堂哥家的，然后给我家了。哦、不瞒你说，我三岁就能上树了。上树？嗯，我会在树上唱歌吗？我在树上还唱个泰森的歌，就在那。你是隔壁的泰山，这个人。有大没有？能打能打。没蓝了。没蓝了。哎，那挺吓人呐。可愁。我光看着你的血量了。我看看能不能打啊？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们推线。说野风飞舞是这个吗？说来就来呗。哇，这么灵活吗？在旁边啊。可以可以。是这个吧？是这个、哎。厉害。还有一个是，还有一个是，这个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？我觉得你，可以把价调高一点。嗯，调高一点，就是你的这个技能啊比别人多啊。但是我这不是刚开始接单吗？就是刚你可以接英雄的，你可以我接的时候呢还是原价，别人接的时候呢你就给他调上啊。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明白了明白了，了解，没问题。完事呢，我给多给你介绍点朋友。就是我以后给你打折，好吧？坑一坑他们，然后俺俩五五开，好吧？你还想着这个呢？你想听好啊？我多给你介绍介绍，给你揽揽活儿。我挂在你身上，然后给你来一小段。我中。哦、快来快来，快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算了，我跑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正好玩猫咪挂在你身上，我就可以双手离开键盘给你弹琴。我们是一个民族。他有琴吗？嗯。哦，你说你一边挂我身上一边弹琴呗？对呀。那也行。挂你身上就可以。但是这样子的话，就是可能没办法迅速。没事，我自己就行了，你就搁旁边弹琴加油就行了。啊，我给你弹个这个，你可能听过。行不行？我先上你的身。啊！等等等等，我来了。我尽量不回家啊。很快的。这是什么来着？什么歌？这是那个贝多芬吗？不是贝多芬。那这是啥？反正我听过，但我不知道它是啥。这是那个克罗地亚狂想曲。哦哦哦，对对对对对。
我这老玩那个 QQ 音速，老有这首歌。嗯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些，就是那些音乐类的那种游戏啊，什么节奏大师这类型的，就全部都有这个。我朋友说卡农，卡个屁农，啥卡农？啊，个亚索。哎呀，你这歌我都听过，就是想不起来叫啥。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是吧？我可耳熟了。这是卡农。那、啊、这个是卡农，然后刚刚那个是克罗地亚狂想曲。哟。你会不会？嗯，要不我点一个吧，你弹一个怎么样？点一个啊！万一我要是不会就那个超级玛丽，你会弹不？试一下，超级玛丽，嗯，你超级玛丽怎么哼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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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是那个吧？对呀、啊。你回家了，问一下，我上一下你，等我上了你再说。好像。哇！你们还有没有要听的？难一点的，难一点的。谢谢丫丫的猪猪的微信。我没有想不到这个左手应该可以、嗯、可以。就是基本上是想到能啥就能弹出来啥的。对，就基本上只要熟悉的旋律吧，只要是我听过的、哼哼过的，就比如说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这个我也会。可以，我们团战了。我来了。我去拿个蓝吧，感觉你很有才呀、啊。把这个十块钱花的值不值？值，才女。夸我，夸我。你以后记得给我下单子，真是的。好多人来找我打一次游戏就不见了。不能。打完一次就不找我。你放心，我的推广能力，你应该是。一会儿就能看得出来了。你有啥能力啊？我其实是一个老师。老师？嗯。啊，那你能不能教我读一下那个“滴水之恩，应当涌泉相报”的英文？我是体育老师，你想让体育老师教你英文？打扰了。你是？有人教我念过，说“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”是。You 滴答滴答米，哎，哗啦哗啦 You。我觉得听上去好像没什么毛病。像那些数学啦、英文呐、语文呐，我都不懂。我就是体能方面比较狠。那你应该有16块腹肌呗。身材还是可以的。果然是这样。哎呀！人头好像追不上了，我刚刚吓死他了，可能我太可爱了吧。嗯，中，问你个问题啊！啊，就是你不是在学校当老师吗？嗯，如果你们同学的教室里有10把扫把，然后被隔壁班借走了2把扫把，嗯，班里还剩下几把扫把？重说一遍。
如果你班上有十把扫把，被隔壁班借了两把，还剩下几把？我先杀个人。好嘞。哎呦！我有十把扫把。啊、嗯，然后呢？被隔壁班借走了两把，还剩下几把？我想想啊，一共十个。让隔壁班借走俩、嗯、那他借走俩干啥呢、嗯、哎打扫卫生呗，他们大扫除、啊、那别的班肯定也得借走吧，一共有多少个班？嗯，没有，一共就俩班，然后一个班一把，十把，然后呢另外一个班借走两把。嗯，哦，那应该是八把。对，哎，好嘞，乖啊、哦，这么个意思啊！你可能五星好评要没了。啊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爸爸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、没事没事啊，平了，我们五五开。看你防了半天没防住，好开心。这就叫防不胜防。这是我这样子欺负你是有原因的。他们说，不认识的两个人怎么样迅速拉近关系呢？迅速拉近男女之间的关系，我们要去支援一波。哟。算了，还是不支援了吧。哎，可以支援一波。哎呀，算了，别支援了吧。大他大他大他！哇，这什么伤害？这个人的虚虚有点高啊。那你是广东那边的，你粤语能不能教我两句？嗯，懒贼。懒贼。好帅啊！哎。这我知道。就是靓仔的意思吗？靓仔，对啊，到广东就是大家都会夸你，哎，靓仔，靓女。靓女怎么说？嗯，靓雷。靓雷。啊，你就是靓雷。哎。有没有比较难的一点的？比较难的，比较难的。比如说喜欢你就是黑凤梨，这个学起来比较简单。黑凤梨，黑凤梨，黑凤梨感觉也有点简单。还有人在那，嗯，我问你哈、啊。嗯，啊，你知不知道逮本居是什么意思？啥居？逮本居。哪个居？逮本居。大笨猪。啊，你怎么知道？那不打本居有点厉害。那个女这就是，哎呀，可是这个女孩说的比较多。这个我还想跟你说，这什么小脑斧，小母鸡，小脑斧，老母鸡。其实老母鸡我也说，那我这算不算粤语？你是跟谁学的？老母鸡这个是学坏不学好。老母鸡不是那个凛冬之怒吗？哎呀，这挺难呐。好。哎，
这要是输了，有没有什么再能赠送的一把的环节呢？那必须的，那你必跟须我的。还行，你跟别人就别送了，跟别人得再收他们一波。啊，跟他们说不行，你再下一单呗。对，就得再下一单。这不是分心吗？一人弹琴，一人跟你打，可以再送一下。你有没有想听的曲子？想听的曲子，我想想啊。对呀。魂斗罗。魂斗罗是啥呀？什么曲儿？好像你给我哼。妻你太美。你给我哼两句，哼两句我就能弹。哼啥我都能弹。当当当当。吉尼太美 baby， 哦，吉尼实在太美。妈呀！哎呦！我的妈呀！一般要不是纯音乐的，可以弹出来吗？不是纯音乐。哦。也可以啊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吉尼太美吗？吉尼太美，我好像还我还真弹不出来。